佢嘟姐咁樣唔得喎，每次上節目俾啲人侮辱唔得嘅感覺。你開翻佢。嘟姐有問題，怒火街頭有氣勢。2011年劇集《怒火街頭》，故事圍繞主角點樣為深水埗街坊爭取合法權益。嚟緊嘅角色邊啲係唔屬於呢一套劇嘅呢？靚仔，你高大威猛喎，要唔要 soft 一下？日光有百分比，應該冇事係。你咪走啊！好，喂，你唔好扯我條褲啊！喂。今次嘅殺人事件亦都係一樣，你指控第二被告嘅指使你，只係希望自己可以減輕罪名啫，係咪？法官講，我冇嘢。死喺度亂揾我！被告，請你控制情緒。我喺被告床下底揾到一支證實槍殺警員冇學歷嘅槍，跟住就係辯方嘅唯一證人出庭作供。我係一個孤兒，大家天中已經都還住，佢連死都唔肯俾人判。我呢個留喺度。唔似，佢即係平時好窮，揀個好街頭，佢揀一個定揀兩個。好多個㗎，可以好噶。喺依一件案嘅主控，跟住係點啊？請你講落去。後來我先知，原來嗰次阿麗係俾佢老公打成咁。不過我點都估唔到。係，哇！呢個好難。嗰次就係我哋最後一次見面。摸埋。跟住我要傳召係我當事人洗胃嘅冒牌醫生嘉誠醫生。有啲片色佢。冒住被檢控嘅險，挺身出庭作證。我相信你哋唔會冒呢個險。我哋已經有結果啦。咁多人，邊啲唔屬於《怒火街頭》呢套劇嘅咧？咁有幾多個咧？有幾多個？等我睇下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個。四個唔屬於。嗱，我頭先見到阿娜姐唔似係2011年嘅畫面嚟嘅。會唔會用呢個 gain or loss 咧？用啊，我都有信心。四個嘛。喂，等陣，使唔使打電話？嗱，你係一個唔 sure。其實我 Manna 姐同埋阿峰哥我都唔 sure。咁兩個啊？咁你打一個，咁另外一個我哋又咩叫打一個啊？點啊？佢咪記得先？佢咪記得同劇有咩演員先？嗱，你睇下佢嗰啲。嗰啲態度可以幾多？唔係出個節目紅嘢有問題。唔係，你話事你想點啊？遠哥你想點啊？人哋咪話打電話直頭問監製咯。喂，過嚟啲啊！你哥，哇！你冇佢電話嘅。係咪決定 call？ 係好啊，嚟啊！你用咩功能卡？寫多個答案咯。寫多個。好，你諗住打電話俾邊個？劇嘅監製。一打咧，我哋計時有45秒嘅。喂 ，Joe， 喂，謙仔 ，Tony 都喺度。係啦，怒火街頭有冇陳曼娜？一啊，一冇。有冇林淑敏？林淑敏，我諗下先嚇。問埋落去啦。你當有。當有。有冇郭峰？有。有冇森美？森美冇。有冇石修？石修第二輯。有。好，有張。嗱呢邊可以，呢個肯定咗。打俾邊個咧？佢哋打俾怒火街頭個監製啊！我哋頭先都有諗過。點解唔打咧？咁樣監製貴人善望，唔應該打擾佢。係啊係啊！哇！你真係好想拍劇喎。得未啊？拿手唔直勢咁樣嘅，你哋搞掂啦，搞掂啦，好 sure 啦，係嘛？頭先啊，君卿直頭咧睇緊片嗰陣時已經話：，哎，呢個唔係啊，呢個係法網追擊嘅咁。出答案啊！你哋就係一二三四六呢邊咧就係哇，完全唔同喎。係啊，監製自己都唔係話可以睇，因為有第一輯、第二輯。原本你嘅排名係咪咁樣樣嘅咧？嗱，即係就唔屬於怒火街頭嘅，但係而家你而家屬於而家，因為頭先問咗監製，佢就話。有，總之我哋最肯定都係阿恆兒有嘅啫，係啊，大家都係。俾多咗一個 choice， 你哋係放咗向邊度啊？就係喺國風同埋啊曼娜姐嗰度。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咧？我哋去片睇睇。系时候睇下边几个唔系怒火街头嘅角色。伙计嚟嘅，佢知嘅。系啊，金波地同潘兴都系2012年法网追击嘅角色，不过一个系兵，一个系贼。贾慕之就是2018年《善感的法官阁下》的资深大律师，口才非常了得的。至于廖海珠就是2006年《潮爆大状》的苦命人，好彩最后都可以沉冤得雪。正确答案就是他们。大家听错名啊！好叻啊！屌你唔好信监制噶啦！
怒火街头有冇陈万娜？一冇，一冇。監製太多騎喺身啦，可能暫時我知點解啊！一開始係紅爺聯絡佢先啊，係啊，我錯咗呢一著，係啊，真係本身已經唔中意你，仲要打嚟煩我，真係。